近日，有用户发布推文称，在机场遭到了 SM 安保人员的施暴，并计划采取法律措施。该用户称，6月23号 NCT 组合在曼谷机场出境时遭到崔姓安保人员施暴，被抓住头朝墙上砸了3次。此外，在5月时也遭受过崔姓安保的施暴，但他当时表示，因为不想连累艺人，保证不会再使用暴力。但最近在仁川机场出境时，他还拧了其他粉丝的胳膊，导致淤青。该用户表示，回到韩国之后已找律师进行商议，将对此采取法律措施，并征求当时的录像或照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